动摇日前答应赌王儿和尤君的求婚，即将成为人妻的她尺度依旧很火辣。Mary 在网络上抛出一系列美照，身材辣翻一票网友。照片中，奚梦瑶身穿小礼服，露出一双逆天长腿，梳起利落包头，整个人超时尚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件小礼服的超神秘设计，白皙肌肤加上完美胸型，让粉丝羡慕留言：太辣了，好美，这衣服很可以。为了维持这样的好身材，奚梦瑶也是没在偷懒，工作再忙依然坚持每天运动，经常在社群网站po出她的健身日常。只能说超模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。 FIFA 娱乐整理报道。